日本有一个侏罗纪公园啊，两条恐龙搁这叫唤，也不动。哎呀，现在这边有一个后盖的这么一个建筑物。说实话呀，维纳这个城啊，没什么东西啊，海滩倒是还可以。要不是它挨着这个黑海，我应该不会来，因为它的排名，在保加利亚来说呢是第三、第四那个位置啊，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旅游之处。那么这面呢是一个雕像，啊，雕像。哎呀，雨过天晴了。雕像后面是一个什么建筑，我还不清楚啊，现在就过去看一下。